月白起床了吗？你可以睡一会儿。浩泽起床了，浩泽醒醒，今天读书了，宝贝，起床了，醒醒。懒虫起床了，今天读书了，今天是早上了，但迟到了，快点起来，睡得那么沉的，等着起来，建议早点睡，你看每天。搞到十点半睡觉，你看又不肯起来。跟老师讲早上好了。早上好。月宝，你要起床了吗？嗯。你看你的头发成什么样子了？成鸡窝了呀，宝贝。啊？睡够了没有？嗯。月宝，你在这里看电视啊，爸爸去打包了哈。嗯。有什么事情你就喊我啊。嗯。真棒。干活了，干活了。这是我刚刚打好的笋干，土鸡蛋。这次的笋干就剩这一点了，好干好嫩的笋啊。这种笋干的话，到过年肯定要涨价的。这里没多少了。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猪血丸子。猪血丸子的话，今天也要出货几十个。再看一下我们的米啊，这里米也只剩100多斤了。昨天这里打了100斤。这个是打包酱板鸭的袋子啊，酱板鸭待会打包。这三只土鸡是昨天在我四娘和我婶娘要杀的，每只都有5斤多。两个朋友啊，他们预定了5只，但是没那么多啊，这次给他们发3只。我们这次是发顺丰啊，因为这个土鸡必须要快一点嘛，发其他快递太慢了。加冰袋。今天我们车上的货不是很多，我们的酱板鸭刚刚从怀化转到我们镇上了，待会去拿，拿了之后给大家发货。待会还要去收土豆，土豆的话也欠了一些单子啊。